中间官方摄影师，看一下下 B 呢，最近发了个人全新的国语专辑 Be Better， 也希望呢给我们的节目开播送来最好的祝福，节目开播能够收视长虹，越来越好。好，给个动作是不是？好，怎么样？哎耶，好，就哎，好，来比个赞，比个赞，对。今天哈、哦、不啰嗦，等一下 B 就是要开始要下手大展他的身手一番，应该感觉心情是还不错，蛮期待的。好，右手边麻烦 B 看一下下喽。今天有很多这个来自 Discovery 的贵宾，来自于 MSI 维新科技的好朋友，来这边一起共襄盛举。好，来挥手这边看一下下，对，第二排的平面摄影朋友，还有后方的电子媒体朋友，耶耶耶耶耶，赞赞赞赞赞，连续赞。好，哎，还有左手方这边也麻烦 B 看一下下喽，耶，开心啦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再拍一下下。好，再挥手的再看他一下下。OK 吗？好的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让我们帮这个 B 送一下麦克风。大家好，我是 B 书记。哦，欢迎 B 书记到。哎 ，B， 我先问一下，你今天是跟阿光一样第一次来到这种所谓的专业的电竞场馆吗？是第一次，第一次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很兴奋、啊，我也觉得耶。很感谢 Discovery 还有 MSI 的邀请，是，因为其实真的自己平常喜欢玩游戏，但是就是从来都没有到现场，对呀、啊，感受过那个气氛，对不对？电竞的那个气氛，对呀、啊，感觉这不就是整个很专业啊，灯光啊、荧幕啊、设备啊，都超厉害的。所以提到这个，我们在专业的地方就要请 B 跟大家分享一下、你本身打电动的资历，讲出来让大家吓一跳，快点，打电动多久了？其实我从国中开始玩线上游戏。那其实我玩游戏的大部分的类型都是 RPG 居多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培养一个角色这样，对，一个养成啊，对对对对。但最近的一些游戏来讲，像比如说 Battleground、LOL 都是比较像是一场游戏里面要跟 team play 一起合作的，对对对，团队要合作的，所以。相对我来讲，其实有就是 team play 比较有难度比较高一点，对，或者 对。所以刚刚 B 提到可以打多久？我现在休假的话，其实十几个小时就一直打电动。等一下，你中间有吃有喝吗？其实几乎没有了，但这是不好的，对对对，一定要玩游戏一定要休息，对。哦，因为是 B 平常工作可能行程太满了啦，所以难得有休假，就希望说，哎，透过那个打电动的方式，可以好好的 relax 一下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中间经纪人听说都会打电话来说，哎 ，B 要起来走一走啊，要起来上厕所，对，你要吃饭的，要记得吃饭，是，好，下次那个阿关姐会送你几包叶黄素，好不好？补一下眼睛啦。不过呢，刚提到过。射击，亮亮亮亮亮。Shooting game 应该是以前玩过那个。也玩过了，也玩过，但比较、相对比较少，涉猎比较少一点点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今天来到了这个场馆，你刚才应该有看过那个我们这个节目《电竞崛起》这个全新霸主的一些片段内容，有没有真的觉得会让你们感到热血沸腾？其实我觉得选手们非常的厉害，而且也已经是很职业的一个一个很厉害的职业了，对对对，专业的，所以。其实选手们也要保持体力，也要训练，对，不断的练习，专注度很重要。而且呢，场上听教练的指挥，要组成一个队，然后进行那个策略的攻击。大家在这个自己的位置上面互相掩护你的队友。所以我觉得节目播出去之后，应该是可以鼓励到很多现在的年轻。对，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总经理说到哈，扭转大家以前的一些对认为它是次文化的印象，把它变成是一个主流的文化。而且呢 ，eSports 现在真的是全球超级夯的运动，非常关注的。对，所以 B， 我们要请你们再一次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 Discovery 的全新节目《电竞崛起：全新霸主》的播出时间，后天，对，晚上10点，星期五晚上10点是 Discovery 频道。
好，一定要密切的锁定。但是我听说你今天是来踢馆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听说可以让我玩游戏，我就来了。没有，是要来修理对方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来学习。哦，来这边交朋友啦，是是是，来这边交朋友。你知道要上场的这个团队，他们很猛哎、欸。听说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你今天很荣幸啊。其实他们也是很多人的偶像，是，对对对。所以，请，啊，有声有声，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闪电侠 Harris， 我是闪电侠的 Vans。大家好，我是闪电侠的 Io。大家好，我是闪电侠的小 B。大家好，我是闪电侠的 CY。B， 你觉得闪电狼刚刚这样子出来自我介绍，他们杀气重吗？是，我觉得很温和、欸。我也觉得他们很温和、欸，感觉很温柔、嗯，对不对？很温柔啊。对啊，我想这个艺名是你妈妈跟你一起取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你现在听到周杰伦的歌，哎呦不错哟，会不会觉得哎是天王帮我写的主题曲哦？感觉很虚荣哦。是刚好因为觉得 ID 很好记，这个很好记，所以就取这个名字。哦 ，B， 你知道吗？我听说这个哎呦呢。除了场上啊，他的这个电竞的技巧很厉害之外，他唱歌好像蛮厉害的、欸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要 cue 他唱一下吗？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，我们唱歌会赢他哦。所以，哎呦，你要唱一下吗？哦，不要，是不是？在 B 面前不敢班门弄斧，是不是？那你等一下不要电他哦。好，那 B， 今天我们这个五个打一个太不公平了。当然、啊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分队一下，我们就是那个三对三，好不好？那麻烦闪电狼这边，你们先那个商量一下，对，谁要过来这边？那 B，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对于队员的挑选？就是五位其中，五位当中就是最厉害的两位给我。OK， 最强的过来，肉脚留给自己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们分配好了吗？分配好了。好，请问要跟 B 组队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好，哎，请过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好，这边好，你们两位是队上最强的，是不是？超强，超强 ，OK， 超强哦。所以 B 感觉你们会赢哦。希望。所以这边，哎，你是小 B 啦，小 B， 你是 CY， 今天忙变小 Y， 这边你是小 B， 小 B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是小队，我们很小，但是我们实力很强大。所以这边是 Vance 跟 Harris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们要不要来一下那个胜利宣言？就是那要比赛一定不能输啊，气势不能输。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你都要踩对方，痛打对方？不会手下留情。不会手下留情，那你们要不要让加油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来这一套是不是？啊，不来这一套，拍谁？各位，那你们可以为了配合我这样加油。加油！好，来，看一下镜头，来，一二。